现在假定用一个数组 AN 来存储一个站，也就是用数组来模拟一个站。那我们为了方便观察，把这个数组现在给竖过来。好，然后用 top 表示站顶的指针，top 等于负一的时候表示站空。那也就是假如我们现在这里是零一二，那么 top 负一就在这里，top 在这个零的下面，这个时候表示站空，也就是站中没有元素。当站没有满的时候，元素进站所执行的操作应该是什么？那初始状态 top 等于负一，我们想要让第一个元素进站的话，就应该把它放到零这个位置上。这是第一个元素，所以想从 top 等于一变成top 等于零的位置上放上东西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个。top 加一要先加一啊，先进行这个，先进行加一，然后再把它赋值成 x 这个第一个元素，把它放在这里。所以上面四个选项中，先进行 top 加一的操作，那就是加加 top 了。加加 top 是先进行 top 的自加，然后再进行这个赋值的操作。如果写成 top 加加的话，那么就是先赋值后加一，啊，那两个减减的这肯定不对了，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负一了，再减变成负二，这肯定是错的。所以这道题我们就选择 C 选项，先把 top 自加一，先加一，然后再赋值，是先自加，然后再赋值。那这道题最终就选择 C 选项。